解说不了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的解套问题而调职为您呐、啊，笑话你笑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我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五杯威和站的三位基友，哎，这名字我就懒得念了，到时候直接字幕打在视频上啊。他们开的是这个113 50B 以及这个查迪伦25TD2，是哈尔科夫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左下角的这样一个点位，哎呀，说到50B啊，我想起来有个观众昨天给我投稿发邮件，我还没点开看，我只是看到那标题了，叫50B学专注撞击啊，50妹见了都得叫爸爸，哎呦我操，哎，我想尼玛大爷，那是50妹学专注撞击，关键他本身德系车吨位就大对吧，他跑得快。你要单说吨位大，我靠，那给老鼠学一个算了。但是老鼠它那个跑不快呀、啊，我靠！啊，它速度起不来啊！啊，总不能从上面跳下来用踩的吧？那边踩蘑菇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在这里各种都瞄。我操！我了个擦！这什么人品？啊，什么人品？这个你回家可以买彩票啊，啊，人品太好了。嗯，那哥们叫燃烧的光头啊，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是那个白毛子，他是光头。花平时看他那个，在网友发他的这个图片的时候，我也没注意。好，现在他一看，哎呀，反正也打不到啊。现在先把弹给换了。哦哦哦哦哦！你们看他换的什么？我擦！哎呀，真是拔屌怒射 HE 啊！方仙五位真性情呐、啊！哎呀，这样的情怀啊！就跟那个卖锤子的那个啊，那哥们儿差不多，哎，啪啪啪的 ，HE 就这个糊到你的脸上，哎，啊，他不打算在这儿干，还要换地方，哎，他又换回了 AP， 他换 APCR， 啊，难道他认为这个啊，他又不要情怀了啊？他觉得这个。还是理性一点好，上了 APCR。呀，哟，哎呀，你这个打不到不行呢、啊，我操，又没打到，哎呀，心里好焦急。啊，打到，你再出来。我们统计了。哎，是，我怎么这么坑呢？哎，遭不住你！啊，那边没搞到，他看这边人家快突到家里面来了，一看，我操，这怎么能行？而且刚才基友被谁干的？啊！居然把基友干了，哎，其实现在被一气我也很怕，这你妈偷当啊，在这四炮之内啊，一气我顶多干咱们两炮，而旁边这还有队友过来，他只有扭一扭，扭一扭，扭一扭啊，他就扭走了啊。但是那个基友一炮就把他带走。哎呀，亚米迪后面有个啥？小子，你给我出来啊！别以为你长得跟老鼠不一样，我就不打你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哎，德系容易被打穿啊。啊，看到这个。
一个车跟另一个车啊，但是有的是德系啊，一般人都会打德系的。哎，德系的装甲呀啊，非常的奇葩。哎，有角度呢，那个是很屌啊，啊没角度啊，那就是一张纸。哎，啊这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可以去试。我靠，九二，哎呀，九二这个流氓要报复社会啊，他对天怒射一发，哎，然后就掉到咱们这儿了。他没弹，他有弹不会做这样的动作啊，换弹啊。那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咱们这边的武林币如果用得好的话啊，是一个翻盘的利器，因为现在双方其实都打得比较僵。那对面也有两个百运这样的弹夹，哎呀，那个百运的名字叫一炮三千里，车毁人亡。啊，折，你能叫个金什么正常点的名字吗？183在这儿砍，但是他这个血量不高啊，他如果一炮没给人抽死，人绝对进来抽死他呀。他那个上，哎呀，哦好，但是打偏了，哎，躲在房子后面，躲在房子后面，你别出来。哎这，哎这。这样的人品啊，简直是不得了呀！好，裤裆上写了两个字：靠谱。哦，说的是呢。好，183，你不能死啊！哎，你妹！谁叫你把裤裆往前面顶的？哎呀，咱们扛一发就死不了，但他就死了，对吧？然后等会你能活下来，这个你还你撸一发算一发呀。这时候就要合理分配伤害。啊，现在对面一看，哎呦我操，这心里面慌了。但是对面他有那个T69，哎，其实总的来说。从刚才来看，对面是有优势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面这个一直是打的有点莫名其妙，给打成了这样。哎呀，老夫感觉到这个地心引力在增大呀！哎呀，我想上厕所啊！这个我们看到那个他们的白运啊在被打，你们快点把他打死啊，不然我上不了厕所啊！我操，你不要打偏呐！啊，这个又意味着你帮我拖延了点时间啊，恭喜你啊！看来你对我存放东西的能力也是非常有自信啊！好的，一炮干掉了这个白运啊！我仿佛又这个看到了坐在马桶上的希望。然后现在这边啊69，我靠69，他要吊打两个火炮，他要吊打两个火炮。啊，这个我觉得你先去啊，哎呀，你这到底是要去啊？他要打69啊，那边没地方出血，他只有走这边绕啊。只要其实咱们火炮一直顶着在那个墙壁口这样看着呢，啊，69也不是太敢动啊，他必须绕远一点，否则就出来哐当直接一炮，哎呀妈呀！哦哟，好的，他断腿了，关键是断腿了，哎尼玛，你也打偏了。好的，一炮给他崩掉，现在对面只剩下了 T92 跟 ST。 哎呀，那这个很有希望啊，很有希望啊。然后队友打字，火炮去扛点上来。哎对，这时候其实咱们不能死啊，咱们这个弹夹只要活下来，这个打他们噼里啪啦的，只要火炮扛一扛，火炮开火，不，那你开火打火炮呀。啊，好的，火炮啊，火炮来一发，啊，好的，还差一点怎么办？这时候这个心里头慌啊。哎，对，先溜得远一点。哥先跑了，跑！哎呀，刚好得，但你现在不要被九二炸！我跟你讲，九二那个
队友在打字，快跑！对呀，九二呀，九二大屌报复社会啊！哎呀，地心引力突然一下又变大了！哎呀，这个，这种时候啊，这种感脚啊，非常的特殊，非常的奇葩啊！哎，这个一阵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啊。行，我想起来以前我有一个同学的同学，当时他吃完饭想上厕所，在街上一直没找到厕所，哎呀，可把他给憋的。当时我就安慰他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要这样想，以后你会怀念这种感觉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看啊，这个不管他再怎么富有，哪怕他是奥巴马，是不是？他遇到没厕所的时候，他总能接到街上拉吧，对不对？他也要忍受啊！啊，在此时此刻，你是站在了这个整个人类的巅峰啊，跟这个世界的王平起平坐。”然后当时那个人脸上的表情就非常诡异，一方面觉得这哥们说的很有道理，另一方面妈的扯淡，好想上厕所。哎呀，哎尼玛，我现在也感觉，哎，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感脚啊。哎，当初黑人的时候啊，不觉得，现在觉得，哎呀，罩不住呀，你快点把他打死吧啊！好啊，这个搞定了啊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 ，QQ 邮箱是76785588，这个点康有心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